本溪路辖区依然是大雨，路更断，六十号，君子坊发生火警。那本溪路快捷，我的单位车辆13排，将20米，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有两个民众待救，哦，本溪路辖区将伤者救下，然后送往南洋大医院，哦，伤者有两个，哦，是呛伤的状况，然后火势有一块在5:07的时候扑灭。